旅美走投陈伟英2016年转战马林鱼，去年摆脱伤势困扰，先发26场，缴出6胜12败，防率4.79的成绩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球季，他将背号从54改为20。5号在个人年历签名会上，应仔向球迷透露改背号的原因。觉得20号终究就是跟中田，他跟吉健、跟前伟还有元代，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能缺少的一个朋友跟长辈。那我觉得希望可以带着他们的心情，然后一起继续打拼下去，这样。陈伟英从2017年开始设计专属年历，原先只送不卖，今年特别结合公益，每本将捐出200元给偏乡棒球队。年历设计以生活为主题，每个月份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陈伟英。泡澡拍的自己也是毛毛的，因为觉得就是好像一个运动选手，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？身材还不错，没有，然后已经剩下半颗头了。我觉得泡澡这个是应该尺度已经算是最大了，应该没有办法再更大，再更大应该就糟了。第一大就是身体健康为重要，然后为目标，然后再来就是一整年的轮子呢，希望能够不要跳过任何一场。陈伟英预计19号返美，新球季要挑战每日值通算百胜以及千局投球里程碑，只差5胜、3.2局就能达成纪录。